病人休克了，立马转院手术。好，谢谢。家属生日不？谢谢。上午都还好好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 顾向晚，你究竟还要害死我身边多少人？你害我父亲锒铛入狱，母亲含恨而死。怎么，现在又要害我的女儿？你为什么会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做的？星星也是我的女儿。够了！你做没做，自己心里清楚。星星，是巴黎妈妈没保护好你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啊！ 是你，星星要是死了，我让你偿命。玉香，你发什么疯？百丽把星星接走半天，才回来没多久就出了这样的问题。不是他是谁？姐姐，这么多年我一直把星星视如己出，不会没看见吧？视如己出？那星星身上那些淤青是怎么来的？你说呀！ 我想晚，你看看你发疯的样子，你平时也是这么大猩猩的吧？我告诉你，你根本就不配做猩猩的妈。谁是病人家属？我是。到底谁是？我是孩子的妈妈。孩子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去补交手术费吧。谢谢医生。思涵，去给我们的孩子交手术费吧。 他真是命大啊！就是你害了星星，你说的话有人信吗？战思涵他信吗？真是没想到，昔日风光无限的顾家大小姐，现在居然这么狼狈。 顾向晚，那我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如何？我怀孕了，是思涵的。<笑>那可恭喜你，你要生一个野种。顾向晚，思涵现在参加任何活动都是带我去的，他爱的人是我，你只是个多余的人。只要我不离婚，你就永远都是小三。 谁才是最大的笑话？顾向晚，你真以为我没有办法让你离婚吗？这次没弄死你女儿，算他命大。下一次，下下一次呢？你能保证他一直这么幸运吗？你敢动他试试？顾向晚，你在干什么？顾向晚，你敢这样对我，莫不会让你好过？ 顾向晚，你猜我们都掉下去，张思涵会先救谁？姐姐，你干什么？缓吧，没事吧？白丽，白丽，孩子，我们的孩子，医生。 医生，你最好祈祷百里没事儿，不然的话，这辈子你不会好过的。医生，医生。 怎么了？怎么会在病房里？对了，星星，顾女士，您醒了。医生，我女儿怎么样？您女儿患有先天性障碍贫血症，如果有同一母体的脐带血来救，我保证您的女儿会痊愈。但是你就……我乳腺癌。其实这个病，如果好好治疗。 活下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，你要不要多为自己考虑一下？乳腺癌，
怎么治？切掉吧。可是黄医生，我是个女人。如果连身体都不完整，思涵就更不会看我一眼。顾向晚，顾向晚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思涵，你误会我了。战士集团非法融资的事情我知道，但我没有去举报。姐姐，战叔叔那么相信你，才把那些机密文件交给你保管，你怎么能转手就交给警察呢？即使战叔叔有错在先，你这样做对得起思涵哥哥吗？思涵，我是你的妻子，你相信我，了解我的，对吧？相信？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，才让你有机会通风报信，害死我父母。思涵，谁都可以不相信我，但是你不能。我不是说过吗？那份文件后来被人拿走了。思涵哥哥，姐姐也是一时糊涂，你就不要再记恨他了，好不好？白云。不用你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，居然一点悔意也没有，你就给我跪在这里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起来。思涵，以前你不许任何人伤害我，现在你却是伤害我最深的人。如果不治疗的话，你只有一年能活了。医生，你刚才说，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就能用脐带血救我女儿，是不是？为了女儿，你是不想要命了吗？星星，妈妈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让你健健康康的长大。夫人，战总让我带您过去。这么快就来兴师问罪了吗？走吧。哟，夫人，您还好吧？出来了，思涵又要生气了。思涵，我们的孩子没了，我们的孩子没了。我都假装流产，怎么思涵哥还是那么在意他？好你个顾向晚，给我等着。战思涵，你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问我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你不知道吗？你害得我父母双亡，一无所有。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你好过。我都说了不是我做的，三年了，你为什么还是不相信我？对，你说的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我都不相信。事到如今了，你还不承认？我没有做过的事情。我死也不会承认。我说了，那份文件被人拿走了。你怎么不去问问白离？为什么你那么相信他？我不相信他，我难道相信害死我父母的？你放心，这次我不会选错的。你不就是想让我让位吗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战思涵，我们离婚吧。你敢？这不就是你一直想要的吗？但是我有一个条件，今晚你必须回来陪我。顾向晚，你是为了女儿，别想那些有的没的。思涵，你喝多了，我去给你弄点蜂蜜水，一会儿你该胃疼了。我不喝多了，怎么忍得住恶心来碰你？思涵，我还是去帮你弄点蜂蜜水。你别动！
顾向晚，是你逼着我回来的。怎么，现在后悔了？晚了。单思涵，你就如此厌恶我吗？ 子涵，你的胃不好，我还是去给你弄点汤。顾向晚，我已经履行了我的承诺，你最好也立刻马上给我履行你的承诺。谁说你已经履行承诺了？我说让你陪我，没说只让你陪我一次。你耍我？哼，你就这么急着给白离一个名分？ 放心，我不会纠缠你太久。只要你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回来陪我，直到我满意，我自然会在离婚协议上签字。让你满意，顾向晚，不爱你了。激将法对我没有用，立刻马上给我签字。 救这个女人，就拿你的老婆顾向晚来换。